今日呢，外公来了，今天弄什么豆花儿？山上再采点萝卜回去搞个疙瘩汤。哦哟，这萝卜还可以哦。哦。起豆浆了，哎，今天这个天是来不错，就把小公这个带来我们这个地方耍一下，就回去看看小燕子的生活办得如何，嘿嘿。你真的如何嘛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吃了小的。嘿嘿嘿，哎，慢点，嘿嘿嘿嘿，接着说一说。嘿嘿，啊。你们两个在哪？表姐，闻到我的香味了哇？闻到了。随便吃。一个根儿随便弹。今天吃豆花儿弄来咋？随便吃。哎呦，等你们秀才来就得对，咋个要得啦？哎，到处都是。中行是那个火。你来的嘛？我吃了十万。你看弄到我家的，你卖都没卖哦，喊我掏的是那个对啦。哎，随便吃。秀才卖点钱嘛也好嘛。哎，你这自家种的。有没有啥子成本？成嘛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弄到中式的粉丝来了，都想吃海椒。主要是闻到你的海椒的香味就。香味就高，越来越大了。这味道还可以，啥香味？汤啊，有点烫哦。这好了。哎呀。哎呦。疙瘩汤。哎呦。来。人还拖大个。哦，你还吃？不是。有没有什么？但是为什么还有的话养的？啊，这以前多少活的？